在喜气洋洋的氛围里，戊戌狗年已经正式取代丁酉鸡年来到我们的身边，不仅在流年上迎来崭新的一面，十二生肖的运势也在狗年到来之后获得重新洗牌的机会。又将有哪些生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赢得人生逆转的机缘呢？生肖鸡，随着本命年的结束，生肖鸡迎来机会多多，运势大好的一年，他们把之前的压力全部转化成奋斗的动力。在狗年稳定的运程中，一分辛劳赢得两分收获，让各方面的运势都有明显的提升。尤其在财运方面，生肖鸡有贵人相帮，身财轻松，他们赚钱如有神助一般，总能手到擒来把握机遇，从而赚得不亦乐乎。